然后有空，哎呦，对，坐下，一会儿让我试一下。狗都是这样，不太穿鞋的。我们家狗也是不爱穿鞋的。不舒服。穿上鞋之后，一只狗它会这样走路。真的，这是猫吗？真的。还是不行啊。别有点难。别使劲啊！别使劲啊！别瘸了。喂啊！人生总有第一次 ，OK。我学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。无论如何你得谢谢咱们那个郑凯叔叔好吗？表示一下感谢好吗？哎，那要给你两只都穿上，你是不是得站起来？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完全穿进去，所以他才会有点怪怪的。来，我试试帮你把这个抬起来。我第一次看到狗主人对自己家狗下手这么狠的。不乐意。这什么鬼？喂啊，没事，都是王思成干的，没事啊。要心里去，回家之后再咬他啊。大家都得吃好吃的，怎么样？红，来试试毛，是零食什么的。你家养了几只狗？我家有一只，一只狗。什么狗？泰迪。泰迪比较聪明。这个鞋泰迪穿没问题吧？泰迪套头上都可以。在头上。轻点啊，轻点。哎，没问题，感觉啊，可以啊。走两步，没事，走两步。慢慢 ，baby， 我快走路了。我快走路了，走两步。我说了，狗穿完鞋就不会走路了。来吧，谢谢王可可吧，不容易啊。哥哥呀，哎，哥哥，哎，哥哥，咱们商量商量那个，哎，你还好使吗？现在不大好使了。OK， 我只能听一次是吧？对，一天只听一次你的命令。